为什么要反抗吞噬万物的时间呢？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时光的齿轮正与你背道而驰，你们是在和时间赛跑，时间是残酷的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太单一，太狭隘了。一次及时的死亡，感觉到时间静止了吗？时光飞逝，精准，完美，不可避免。这只是时间问题，我的时间到了。Mm-hmm.